中正大学开一场民雄学学民雄的课程，特别邀请到乡民来做老师，带领同学走入民雄，熟悉民雄，甚至共同来解决问题。要走出学校，要走入社会，好，那就是要离开这个校园，离开我们天龙国，到一个真实的人间里面来。好，那在这边我们要开始做一件事情，要跟乡民来学习，所以。待会的郑顺忠老师，或是待会下午的吴药师，以及带我们导览的这个几位的助教，其实也都是民雄乡的乡民。那所以我会开始跟他们学习，因为在学校里面所学的知识是有限的，但是在学校外的知识，它常常是无穷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走出校园，然后来跟这边有比较密切的互动。课程内面有在地作家郑顺忠来分享故事中的民雄。有农民分享做事的经验，有在地人来导览家园的故事，透过重构大学路的计划，让学生豆豆和在地来连接，做伙重新来学习民雄的历史。玉皇大帝认为说妈祖泄露了地震的天机，就1906年的地震天机，然后呢，所以就决定不让妈祖回家，所以妈祖就一直都没有回家。中正的重构大学路计划，主要是希望中正大学的学生对在地产生认同，进前必须要先熟悉村民。因为安尼才有法度来共好，因此课程内面阁安排学生和村民做伙来开讲，进一步找出在地问题，解决问题。台阳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